我望望就系呢一间啦，一目嘅日本料理，转个圈，麻烦嘅环境，就系呢度学校啊，个前一派嗰头嘅时候就全部都系一个嘅诶咩，郭应龙啦，劏出嚟一大秋铺啦，同埋呢度望下个环境，呢度附近嗰片 OK 嘅，咁啊转个圈呢个球场啦、啊，诶侧边呢个屋苑啊、小学啊都有 OK 喎，谂得过 OK 嘅。好，望住后面呢间日本餐厅啊，就讲夜晚十点钟啦，差唔多夜晚十点钟啦。咁就讲系星期日啊，听日就端午节啦。星期日晚咁就呢、這个酒吧啦，侧边呢度都 OK 噶。咁啊，呢度全部都食肆啊，都几旺啊，都几多灯火。咁啊，好，对面有一个球场咁咯，就是、你个日本餐厅位啦。望望楼上。Hey, 大家早晨，而家2021年6月30日星期三，朝头早8:04啊，就同你讲下呢单成交。哇，业主反价有反价呢、這个，买铺要买得 pro 啊，但系咧业主就有时反价都反到离晒铺啊，咁唉扭嚟扭去呢样嗰样嘢。嗰时咧又话咩1460万，业主签啦签啦签啦，总之就搞完一大轮嘢就翻传出就成交咗1800万，但系咧应该冇咁高嘅，我估1750万左右啦，1750万左右咯，我估应该唔到1800万。咁啊个业主冇亲口承认啦。咁但業主就話，總之唔買啦，唔買啦，唔好搞啦，即係意思買咗啦。咁啊，四方八面都同我 confirm 係買咗我另嘅呢間嘢，就大概咧1750万左右啦。感覺一個5.5分位啦。咁啊，我係誠匯商鋪基金李根興公司創辦人啦。咁啊，個目標啊，賣1000间铺啊，努力地賣緊鋪喺香港。而家蘇花買咗50多间啦，過去幾年，咁啊要仲有900多间要買啊。咁啊，呢間感覺5.5分啦，咁就5分市值，10分超平，1分騙案啦。咁OK 嘅，即係我哋老實説，因為我嗰時都1460万，我哋都簽落去噶啦。咁之後後來業主臨尾嗰一刻嘅時候，原來立馬又唔買啦。咁唔係啦，反咗，咁之後扭嚟扭去，之後扭嚟扭去，扭咗啦。總之就係而家無啦啦傳咗出嚟，就成交咗約啦1750万。咁啊一個5.5分位啦，咁啊5分市值，10分超平，1分騙案。地址咧就喺呢個嘅青山灣段啊，就喺屯門嗰度嘅時候，彩華花園地下11号铺，向呢個青善街。你睇到 video 噶啦，係啊，我有日頭嘅 video， 夜晚 video， 我有成家人落去睇歌，稱埋我阿爸阿媽，稱埋我哥咁啊，落去嗰度食埋嘢，周圍咁搞完一大輪嘢，終於買唔到嚟，離曬鋪，嘥曬時間。咁啊，嗰個嘅建築面積就814尺，門闊22尺到啦，深就大概30尺到啦。咁啊，嗰個嘅原本業主叫價1800万啊。咁啊，成交1750万左右啦。咁因為反嚟反去咁嘅，日本料理餐廳啦，一間叫做一木日本料理餐廳，回報大概3厘度啦。租金就44000蚊。咁啊，三上電，咁啊有煤氣供應，有洗手間添。之前咧仲話個業主咧就話咩蝕讓添啊，仲話係因為業主原本嗰時咧就1460万簽咗啦 ，sign back 咗啦。咁之後我哋話簽啦。咁之後後來就業主又扭計啦。咁啊，原本業主姓余嘅，咁就2012年12月份嘅時候咧1370万買入，即係如果1370万買入，佢1460万沽嘅話就蝕手續費咯。咁但係如果1750万嘅話，咁啊 OK 咯，叫做賺些少錢咁咯。咁啊，但係就真係由1460反咗20% 上翻嚟啊！而係咁啦，坊間好多業主反價，包括我哋都反價，我哋都係咁反價。咁啊，即係我哋唔係反價，即係我哋唔減價，即係變相反價咧，你明啦？咁啊所以就。個係咁啦，咁呢段嘅時候咧，咁 OK 嘅，對面嘅時候咧就係邊個美聯啊前執董啊郭應龍嗰一堆鋪咧就沽咗出嚟㗎，咁前一兩年嘅時候應該社運前啊，咁就幾日嗰度成10几间鋪唔同一時間沽出嚟，咩4厘保證回報啊，兩年時間咩兩年4厘保證回報點樣樣啦，咁之後就總之咁老實説就而家社運後咁梗係如果嗰度買咗鋪嘅人就難搞啲，咁啊依家就呢間。靚嘅呢間靚嘅呢間靚位嚟噶，呢間好明顯靚過入邊嗰堆鋪啦，因為呢個係近翻即係入口位嘅時候又容易停車啊，近對面個小學啊，咁啊屋苑啊，全部又喺曬附近啦，咁好嘢嚟嘅呢間嘢，咁啊所以就不過唯一就係始終屯門去到嗰啲位嘅時候咧。有時你要出貨未必咁容易，因為好多時啲買家會比較懶啲走去嗰度睇嘅。咁但係都 OK 嘅，5.5分位啦，5分市值，10分超平，1分騙，好嘢嚟嘅。好啦，恭喜業主啦，恭喜買家。咁啊，業主有冇放手嘅時候繼續揾我啊？咁就努力地買緊鋪啊！今年要買5亿铺，努力地係咁買。蘇花買咗2亿几啦，咁啊過咗半年，倒數一半，仲有大概2亿几嘅時候要買鋪。今年好，恭喜買家。